元宝，你醒醒！元宝，你绝对不能死！元宝，元宝，元宝！神仙师傅，神仙师傅，你怎么这么紧张啊？是怕我死吗？原来这么关心我呀！ 我不是。神仙师傅，你心跳的好快啊！你在撒谎，我知道。你现在满脑子都是我。我何曾说过我满脑子都是你？你不止满脑子都是我，你还想和我一起沐浴？我不曾。真的不曾吗？ 你真是好无趣啊！算了，我还是去找舒雅哥哥。我不许你去找他。是，我的确说谎了。我现在满脑子都是你。 程月，你真的想和我一起？奈何星辰迟回应命运荒唐的发问？奈何今生留不住我最爱的那个人？奈何魂魄烧不起？ 就斩断往事前尘，把我们说成了今生有缘。姥姥，古仙幻境里会怎么样？程月会陷入幻觉，他会见到自己最留恋、最想见的人。 很容易深陷其中难以自拔，如若走不出来，每多待一刻，就会折损一条命。长月，你以后就一直都在这里陪着我，好不好？ 公子，我们以前在哪里见过吗？小狐狸，你怎么受伤了？师傅在上，请受徒儿一拜。师傅，你在找我吗？程月，你现在到底在哪里？
眼泪缓缓滑落，动摇的那一刻遗忘了爱和恨纠葛，宿命冲你与我该怎么。表妹，你是不是又想长月公子了？谁说我想他了？他趁我生病不告而别再现，我干嘛要想他？你可以给他写信吗？去送了太乙山，他如果收到你的来信肯定会回的。早就写过了。转世轮回缠绕着，冥冥之中阴谋与猜测，我看着星辰闪烁缓缓坠落，无处感觉责，无处感觉负感触摸你的眼落，有多少落魄幸福你的轮廓，恋恋不舍要如何抉择，怎么敢与宿命再较量出个死活，看着星辰闪烁缓缓坠落，无处感抉择，无处感觉不敢触摸你的眼波，有多少落魄幸福你的轮廓，恋恋不舍要如何抉择，怎么敢与宿命再较量出个死活，长月你到底在哪里？你如果再不出现的话，我就把你留给我这个破东西给扔掉。焚魂池内压着无数的妖魂，他们以血髓为食，已经饿了百年，要纳婆娑耶必须承受数万妖魂的吸血啃髓，这比灭魂前还要痛上千百倍。